嘛会变成乌。一世人万里路，一步一步，唔通来耽误。无论是啥物头路，难免会遇着艰苦。若是肯打拼，打拼。 若是肯打拼，打拼，一定有前途。朋友啊，朋友啊，这句话着记清楚。一枝草，一点露。 大家都要做起，新妇才会好嫁。秋萍，你莫走啦，秋萍。我不准你走。我去上餐厅放互你两阿某去看，就转进15万，顺手送互你。阿母，做啥呢？无咯，啊，安尼哪对啊？ 我是要叫你教生意，不是要叫你添生意呢。这叫做成比牙走啊！等我都老啊啦，讲话都无人要听啦，厝外也袂显，也唔知影输赢哩啦。先出来。啊！这间餐厅哦，阿霞讲要放我遐少年来去看啦。啊！店内咧放我以前阿某去看。都是咩？这间餐厅是恁阿某无老本的，恁若无老本，我就无靠山呢。所以无论安怎，绝对袂放我以前阿某去看啦。 我在有钱面头前，我话无讲较到，是因为我有我的考虑啊。但你是咧考虑啥啦？秋萍若是走，有钱一定无留落来理由啊。因阿某若是要生活，无爱过去台北找头路，伊找定来。你甲想看卖，啊着食，啊着穿，啊着厝洗，啊搁近2年啊。若是搁有囡仔，啊着爱搁饲囡仔。你想看卖，因着爱搁食偌济苦，你敢知？ 啊！因若有才调，叫遐少年家出来拍拼嘛。卡桑，秋萍伊是较毋捌代志啦，定定安尼家应嘴应舌。毋过，有一种是你孙啊，你敢看伊去外口吃苦？好啦，事在恁啦，后摆莫我食会穿的，看别人的目色安尼就好啊啦。英俊，我咧做敢有毋对吼？ 你安尼做也是对啦，啊，过去咱的餐厅哦，放咧互少年去看，安尼你嘛较轻松啦吼。我哪有通轻松啦？啊，尤其伊种手路吼，要应付店的人客还佫早咧，已经走空来是无法看，人客走了了呢。本料理店开幕好，开幕到尾先，来，人客来，今仔西马西来，走，来食好免钱哦。哎，你潇洒某，你有人客你到阮这来，来，日本料理店华山的店新开幕好，走，今仔西马西来，吃来，日本料理业务也有好。 遐个人客哦，比较早减一半，一般实在人客拢无来。对面的日本料理店拄啊开，还佫拍8折，当然嘛叫袂少人客走。阿母哦，这个店交咱半个月尔，啊，就发生这种代志。放心啦，迄人客无可能逐天拢去食日本料理啦。哎，听你安尼讲哦，你一点仔着急都袂哦。但咱餐厅也毋是才开一工两工啦，啊，佫再讲阿母的手路无咧输人啊。 你免烦恼啦。讲到迄瓦沙味哦，我著规巴肚火，一点仔都无甲咱囥伫眼内。我要互伊知影讲吼，伊拼袂赢咱的。今仔日10月7哦，我年纪44哦，是咱天下第一个哦！来，人起来来，多多伊来洗马洗，来人起来来，后水后三个茶哦嘿，来。来，我来看人家。对。 最近日本鸟去干咩？有啥理哦？做人好歹的，无阿太计较嘞。市场我那家吼，拢无人去搞袂伊过啦。老尾就万事你讲话，唔通去互拍卖一平二啊！我到等下你先去讲嘛，你来讲。嘿，啊你咧潇洒无？啊你抢人摕抢到我的店口来，啊带市府市站咧讲我歹话呢？啊好，来这套，若我换啥物的啥物拢唔惊，上惊人甲我拼地啊！好。 有才调，试看卖啊！对啊，好，来，你甲看，嘿嘿，若我外三也毋是咧臭蛋，你看卖啊！我的茶吼，拢正港当顶的，若无就铁观音的。你阿下餐厅啥物茶啊？垃圾茶、挂吊啊茶，3斤100块的，敢若茶你就输我，要甲我拼，哼！嘿。 啊！我头摆就甲你交代，叫你讲说地贵酸酸，甜就甜7分甜，甜到满出来，流到贵个，真浪费嘞。拢总是654块，伊我错定。歹势啦，我从这个月开始吼，免欠笑。什么欠笑？我每个月拢有来付互你啦，你若讲较歹听啦。就是你每个月拢付吼，安尼对你来讲吼算较袂好啦。啊，你若逐摆付。 654块，我算你650块就好，安尼你嘛较袂吃亏。小平啊，还是咱煞心啦。小老板，啊恁即摆怎哪变到安尼啦？啊，就即摆吼，是阮少年啊第一换啦，做法当然嘛无同款。哇，小平啊，你哪安尼讲呢？阿爸，你唔知影啦，即人客吼，逐摆拢讲月底要付，啊，若时间到要去甲收钱，拢嘛一直拖沙。我即摆有欠啦，慢啦。后摆袂再来啊啦，咱来走啦。我来，是的啦。小姐。哦，来啊啦，为啥？啊，什么代志哈？我才来过秘书啦。哦，你捌来秘书？歹势，啊，你可能是哦，拄朋友了唔对的啦。我去。要换哦？啊，走到即摆足无用的，啊，等足久的哦。等啥物啦？ 你看，迄队人就走了，我小队还搁等呢。啊，都拄啊吼，有人订沙地桌啦，啊，即摆走甲大家拢足无用的呢。叫你换一个菜，讲啊啰嗦，讲啊多，你是要换我？叫你头家做，我袂讲。我就是头家娘啦。好，我买食。哎，啊你还袂付钱呢？我也无食，付啥物钱？啊你无食菜嘛是甲你煮诶。上辈菜哪拢无食？ 哎，就讲菜有放味素，伊歹食啊！啊，你话单面顶也无写，我就怎啊掺味素落啊？无要紧啦，搭惠弟逐摆来吼，就是叫一个菜一个汤啦，啊，兼是即个人客，对咱来讲也无差。秋萍，你哪会安尼讲啦？咱想我平时爱老主顾呢，你应该甲我母讲，我阁煮过啊。诺啦，啊，搭一项菜一碗汤尔，顶煮那要紧，唔通安尼得失着人客啦。哎呦，我有我的做法嘛，即摆店头的生意遐尼竞争。 啊，咱袂用阁像较早安尼听上一寡遐有诶无诶阿萨布鲁诶人客啊嘛。秋萍啊，啊点啦。哎，小菜啥味思维哦？来，这啥味思维吼？咱老板来摇破，来，对家，慢点。我啥味啊？啊，要送就送沙西米。啊，送沙西米哦。嘿，好，后座一定送。哦，是无你一个人一条哦。来。 啊，娘，你是咧创啥啦？我洗碗你唔来拍，洗碗，哎呦，洗碗是昨暗的工课，你老到即嘛才咧讲，可怜哦！我等下若要叫你切刀啊，你敢咧甲我扫涂骹哟？后边现咱店的小铺，咱这个月生意有影差真多。这我早就了解啊。啊，啊？餐厅人去欠销应嘛会，手边去人收钱收紧，人家做人无欢喜啊，安尼后摆就袂过来啊。一个月，足侪老主顾在甲我斗啦。我想讲要甲秋萍讲，哎呦，惊伊无欢喜。我像阿上辈，伊是咱的老主顾，啊嘛算讲是咱的长辈同款。 你对他一下真无应该。即我才甲秋萍讲啦，咱庄家人情世事不必多提，伊较唔捌。阿母，这15,000块你第日做所费？我后边用钱啊，你话我钱要创啥？你第日要用就有啦。 即嘛小分伫咧花，有时阵你若欠啥，阮较注意袂着。你第日啦，免啦。哦。一声一声，未来才是你的命。 看你个无用规家，你真是搁咧无用啥？我真够安宁家。哦，哎，大姐是啥物人钱来听一下？有姐不好乖。有影哦，哈哈哈！也是咱有姐哦，看人果然是大人啦。迄若毋是讲秋萍啊，较会计较，伊透死人，捌甲伊小弟小妹咧冤啦，对无？较细声哩啦，莫过嘴啦。 啊，无手边若知，今有代志哦。咱毋是讲好啊，要摕10,000给阿母，你若摕到15,000啦。无差迄5,000块啦。我再讲，阿爸甲阿母也无领咱薪水啊。啊，阿母遐食饭，还佫留咱厝内面电话钱、电火钱、水道钱，迄加加安尼济10,000块，要哪有够啦？若像你安尼讲哦，你小弟小妹伊嘛还斗分担，伊嘛应该摕钱给阿爸甲阿母啊，尤其是有钱啊。好啦，你莫计较遐尼济啦。你讲我计较？ 你若袂讲你小弟小妹毋捌代志，袂晓想，打好啊啦！一寡钱哦，拢摕互有成哦，轻轻的摕去开一间店，啊毋捌看伊甲一线5年倒转啊。你讲哦，餐厅生意搁较好，赚搁较侪钱，嘛无我都饲遐侪人，上好哦是公家公开啊。你讲啥话？啥物叫做公家公开？还吵起人个啦！我著知哩，一间店若互你看，都愈来愈毋是款。阿嫂，食堂食饭本来就免算饭顿钱啊。 你即摆讲要公家公开，敢毋是咧讲我上？友爱，我毋是讲你，莫踮遐斗闹热啦。友爱啊！啊，若要找有啥算账，你著去店内找伊啦，莫伫咧厝大细声啦。友姐，餐厅生意歹，酒客心情再无好，咱莫大家拢讲伊一个好无？遐餐厅歹，甲咱问伊家己啦，也毋想看嘛咧。人客互你得失了啊，你生意会好才是奇怪哦。好啊，靠！毋是我咧爱讲你啦，即摆餐厅放互你看呢。 啊，欠两先生啊，不可能啦！啊，你也袂出来，半只一步，我也袂讲你安怎啦，对无？都是因的，啊哈，你花都好势好势，啊无代无钱去放蛮花啦，啊，伊时大家咧无闲，暗时倒转啊，大拢相骂，这是生什么家嘛？啊，电话啥物啊？去接一个遐。 尤姐啊，你是你看伊哦，伊遐尼好看，看拢戆，也袂晓替我讲啊半句。妈，李阳哦，叫你即摆紧去店的啦。做啥吼？啊，李叔讲要甲囡仔摕掉。你喊你。好啊，我即摆来找医生啊。哎，安那呢啦？不行，我还要看。 叫咱教我练音啦，啊，偏偏出佚佗啦。都无派人客，谁做啥店啦？搁较无人客哦，你嘛等我店关起来，才飞水叫来行行哩。啊，你毋是啦，偏偏要来一批车顶水，我来当放心你啦。哎，你较早毋是拢甲因做一批车？嗯，你即摆大身大命嘞，哪会当坐车来批来批去？哦，有心来规工关伊只，那安尼我囡仔摕掉啊？上摆嘛安尼尔啦，啊无是变安怎？你要创妈妈，免像以前敢若囡仔共款安尼，想要去倒就去倒，安尼对你身体无好啊。那我嘛做妈妈啦。王囡仔，每一个查某人拢嘛爱做妈妈，做妈妈是足欢喜的代志啊。我才无欢喜咧，我小友先怪去的啦。哎，谁怪谁啦？是你叫我甲你怪咧。小友先你。 好佳哉，大人囡仔拢无安怎啦？哪搁咧哭啦？阿娘啊，你莫哭好无啦，莫搁生气啊啦。但我发生地阵讲的话吼，拢无准算啦，安尼用得无？ 多艰苦！人都想要讨个物件食袂到，佮他破病了，怪人艰苦啦。戆囡仔，安尼就是病囝啦。某人病囝生成安尼啦，过一阵嘛就好，过一阵嘛吼，你会变啊足好食、足好困，啊面啊胖晒晒，皮肤足水哦。 母有闲时阵吼，常常拢啉济啦，即安体兼顾身体。我前个月呢，一只敢若牛咧，逐工拢出去办桌呢，乖吼。还可以玩哟。对啦。哦，对啦。哎，啊，即摆人要做阿公嘛歹命咧。 啊，干那有遐少年囝嘛，行到骹手啊皮皮喘。你也想要做阿公哦？嗯，啊，这无想嘛袂用的。遐安妮巴肚内迄个囡仔是咱的孙了。安妮想少岁，一有生哦，就安尼伫咧化艰苦。对，囝拢是安尼啦，有时有阵嘛。咱即摆是惊讲伊少年冤家，啊，到时若要对巴肚内迄个囡仔，啊，咱无操烦袂了，对无？ 你到这里做做啊！麻烦来了，带钱哦，带钱，咱怕是不干。阿母，有闲无代志啊吼？啊，你看伊有几工啊？这几工哦，有闲我去调伊讲，我看这阵啊有闲一点就无闲。无我明仔载来恁店面甲看卖啊。对啦对啦，安尼才有新人阿兄嘛，吼。 对啦，哎呀，啉茶啦。讲伊话，最近在用啥拢无来，我看一下咧。啊，讲伊几点？啊，妈来讲。恁家己用啥？哎呀，哎呀来，我来来看妈有需要到啥工作啊？妈也免啦，人也真少。哦，都做无偌久，伊也都有拍开。姐姐，啊，哎，小姐姐，啊，唔免啦，他这一后第几号点是要算啥？ 我请就好啦，好，谢谢，好，多谢，你这么来对啦，这么来哦。你的朋友来，你拢无收钱，但我朋友是来甲我捧场嘞，要搭人收钱啊。啊，他生理都咧无好啊，啊你搁真会拍手，安尼是当当偌久啦？阿兄，我甲你无共嘞，你这阿母的餐厅咧做，本来就有老顾客啊，嗯，啊我若无靠遐朋友来甲我斗相，听我要他做会起啦。我甲你讲啦，加两个月我就趁钱啊啦。 你安尼做生意袂用得啦，是啊，哪袂用哩？哦，啊，你互咱100万去开了是无啦？有是，阿兄是关心你啦，关心。我看你关心100万啦，我甲你讲啦，迄100万哦，阿母还我的钱啦，我要哪用就安怎用啦。好啦，我以后你的代志哦，我拢卖管。 你看啦。 咱这个月生理哦，比顶个月搁较歹，那嘛是迄个外沙味，害咱生理变到这么歹。这嘛袂当怪人啊！袂当怪是要怪什么人？怪咱运气无好哦。秋萍，你对咱客态度是不是应该小改者？嘿，听你安尼讲，敢若袂输生理歹吼，是因为我哦，拜托的，我大工伫咧店的吼，遐尼辛苦呢。我知啦。 你搁上一个想看卖，阿母先爱应付人客，啊你向人改变遐尼多，你人客免有法度适应啦。咱换一个方法好无？玉琴，你靠我参详，我想讲，暂时先照顾万块小阿母好无？五万，你创啥？ 你想话有先计算。嗯。玉琪，我咧银行遐有一卡位啊，后个月就到啊，到时阵哦，我再轻轻害你啦。即摆钱都拢收平咧花。你毋是讲阿母代志拢会用甲伊参详？阿母，有成伊袂成诶啦。 恁著回去食苦，伊家己以后才会享受。也无吼，你钱较济都无够伊了。你安尼甲阿母讲话，是毋是手边家己的？阿母，你莫逐项代志拢要牵拖手边好无？我毋对啦，伊只是真两是两，有当时我嘛感觉伊较自私，较无孝敬。也毋对有成阿某无安尼甲明一条。我再讲有成，伊根本就袂晓做生意，伊甲人结一个头家班，你去因店内看卖，你就知啦。 你讲英雄袂晓做生意，啊你家己呢？一间餐厅放互你换，换到伊生意拢歹了了。我请你都有通请甲到，啊叫你甲因小弟斗相共嘞，你拢无通。阿母，你请我温情，我毋敢放袂记。也毋过你要叫我甲英雄斗出来，我无要赢家。 用心计较甲阮吃，一粒目屎一滴汗，希望这人做好囝。啊，啥人为阮牺牲这呢大？ 情风爽甲拖磨，阮叫一声一声，伟大才是你的名。一条线，用心计较把阮吃。